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ouis， 各位在这边先祝各位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哎呀，各位又过了一年了，今天是我们的2023年的1月1号了。那照惯例呢，我们跟去年一样来做一下这个去年一整年的这个呢欧洲时刻回顾哦。那由于这个去年欧洲的这个次数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我会分上下两集啊，今天先出上集，那明天再出我们的下集哦，好不好？那各位照我们本台的惯例好不好，记得各位要点赞啊，点赞的人呢就可以跟影片的主播一样欧气爆棚一整年，好不好？那老规矩，点不喜欢的就没有了。好， OK，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我们2022年的欧洲时刻吧， Let's go。 理论上来说应该快有了吧，理论上加油加油， OK OK，Go go go！ 啊！哇！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！抽到了！可以呀、啊！有料有料有料啊！各位，我没声音了，我没声音了！哎呀 ！OK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！首先第一张，我们的山姆 ，Let's go！ 哎，一次过。乘胜追击，负武器！啊呼！ Nope. 啊呼！ Nope. 哎呦！四过二，四过二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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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，再来，换武器，换武器，换武器！啊呼！哇哦！五过三，五过三！哎，对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来红伞啊！我们红伞，我们的双爆手怎么样？三颗一个双爆手不难吧？是不是？好了，直接来了啦！收工。怎么是加两排力量啊？哭啊！收爆！收爆！收爆！哇！我干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哇！我的天哪！啊！哦，拿到了整形券跟名将方块。OK， 这是什么美发券？是不是有好看的吗？都还行哎，一二三我觉得都不错哎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开抽了啦，各位五抽，五抽其中一个怎么说？主一，哎，这个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也蛮好看的吧，各位？并没有，可以再来。这个我就不能接受了，这个我就不太能接受了。随风飘逸，哎，这个好像还行哎。好了，还有两抽，再来。黑色卡门不要。变更，最后一个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。哎，这是组二。哎。抽头发就这么简单嘛，一毛钱都不用花。储存单龙就看这一波了啦，先买个一组，
如果真的十抽都水沟，我们就休息喽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投铁，今天已经运气不错了，来喽。OK， 来呀、啊，黄广。这是真的叫我开抽的意思吗？哦，还有一个剪刀哎，那好了，再一组了，再一组了。就说今天不适合宵夜账吼，真的消不掉啊，完蛋了啦！好了，这组应该水沟了啦，真的，这组一定水沟，应该真的没有。这个还好吧，这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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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像真的消不太了哎、欸。哎呀，好啦，不然这样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再一组。然后上钻，那如果这一组水沟就休息，如果这一组有出好东西，我们就把600封点再加洗美容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了吧？这样一路花到底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苗头不对就休息，是不是？灯笼，灯笼，灯笼，这个有价吗？这个是不是没价？我觉得这个没价。嗯。这个没有，这不算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。灯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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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有贵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哎，为什么？哎，真的哎，这快一千800块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有哎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那我再抽美容啦，好啦，快来。我的天哪，真的要我花干欸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答应你们的一定做到啦，好不好？来咯， Let's go， 主三。好无聊，这个重复的之前有了。又是野猫。主三，蓝色酷酷的脸，这个还好。主三，呼呼，呼呼，呼呼，哎呀，这游戏好玩啊。好啦，各位，没话说了吧？是不是没话说了？各位，就只差个武器，不过就算了，是不是？谁说今天要消夜障的啊？完全消不下去。哎呀！我们来个掉宝。哎，如果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好吧，也行啊。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点17星的好日子啦，各位。那我们今天先从这个神秘防具来开始点啦、啊。我们今天来点这两件，看要点多少才能点上去啊？那我这个帽子呢，昨天点了一次就上去了啦，运气还不错。那这两件我们就来试看看，究竟呢要点个几次啦？来啦，各位，我要一次过，来一次过，好，目前一次过，那我们趁胜追击，换我们的鞋子，哎呀，也是一次过，哎，好，好，洗完了，
那感谢大家进入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啊屁啦，怎么那么短啊，哭啊，怎么办呢各位，怎么办呢？那刚才那个不是有人问我说啊，那个16到17建议用点的还是买17星啊，这样看起来齁应该用点的就可以了啦，是不是？各位风谷好玩不花钱啊，好玩好玩，这游戏真的好玩。有人说想看我点19星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来偷渡给大家看我们的19星来咯，一次过 OK。没错，偷心一次过没问题，还真的被我偷上去了，我的天OK， 开心开心。收工，好，收工，好，收工，好。各位就说吧，打完就好了吧，开心啊，又打到一件嘞，看来换掉宝装是有用的啊，各位，这游戏真好玩啊，各位，不用这个了，用一下好了。Yes， 这样就对了。那还行啊，我这个要过期了、哦。那我们在这边洗看看好了啦。那各位记得啊，红石呢是先会从后面开始使用，所以要记得把要过期的放到最后面。那也没什么好洗的了啦，只剩这个很丑的帽子。金字塔。有料，来啦各位，小抽一下，不要，黄广，有没有黄广？有没有黄广？有没有黄广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四月，我的日子要来了！我的天哪！哇！哎呀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我把剩下的抽完了，把剩下的抽完，消个业障。啊！哭啊！我的业障啊！哇塞！好了，我们来打食物了。嗯，看一下这个掉宝45%有没有搞头，好不好？那估计是没有了，我们就不要抱太大的期望。哎，这个时候还出铁块啊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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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料有料，哎。规范来了哦，来了各位，准备好了吗？要来咯，至少三，至少三，至少三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个龟三呢，再来个规范呗。哎，又一个规范，好，很好。那刚才有等级三了吧？那这次应该是等级四了吧？是不是？准备好了吗？
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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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！哇！开到了、欸，继续乘胜追击。武器泡泡，哎、欸，又一个规范哎、欸。哦，好规范，好了好了，看来是规范比较好抽是吗？毕竟四点多趴，那我们准备来喽，至少等级三了好不好？嗯，叮，哎、欸，又一个等级三呢、欸，又一个等级三，450入账，好，又一个。那么我说我要先干嘛？先抽头是不是？各买一组啦，之后慢慢来，各买一组就好了。我先看一下叫什么名字，感觉眼睛还好哎、欸，我买美发就好了啦。我觉得脸还好，买一组就好了、哦，各位不要买太多啊。这种东西应该也没好下场。美发这个就不用存了吧，直接变更。这个这么丑，叮，红色双变，哎呦，丑啊，丑啊，头发，哎、欸，头发来个好看的吧，叮，完蛋，头没掉哎、欸，哇。可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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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、主一三抽主一就说头发很好抽，你们就不信？还要抽吗？可以了吧，就说头发好抽，好了，结束。OK， 好了，美容美发结束。